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，变成一个超级大国，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，到处欺负人家，侵略人家，剥削人家，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，就应当揭露他，反对他，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他。相信中国的朋友都不